小汪大则大小贤书啊，你的心量没有那么大，你也有看这大根基的人啊，那我跟他迥然不同，所大小这两乘的教义啊，贤书迥然有所不同的。那若以大甚小，则小无不大，心量大啊，什么都是大。所以呢，以大乘啊的教理来说说小乘呢、啊，那么小教的教义没有不是大乘的内涵。所以《般若经》里面讲呢，这个二乘的人他的断证呢，就是菩萨的无生法忍。这也是用了大，用大呢去设小的意思。故世超引《圣曼经》《智多论》，恒世超当中先祖引《圣曼经》，还有《大智多论》的文，都是以这个声闻的毗尼，就是大乘学。毗尼者即大乘学，《圣曼经》里面。这声闻的毗尼就是大乘的力学，大乘的力学。那么大乘当中呢，三句清阶第一个舍利戒就是声闻的毗尼啊，声闻的毗尼。又记书所引大集经种，这本书引大集经，大集经里面呢属于卷二十二的文，说五部说义，五部，檀木的部，萨摩多部，迦摄一部，弥舍舍部，佛足护罗部，这五部。就是四分十诵，还有续多戒经五分力，婆娑婆罗故呢，那个力障没有跳过来啊。就五部虽异，不恍诸佛法界涅槃。那虽然有这个部派佛教的思想啊，分成这五部了，但要谈到究竟呢，他们所造作的好，大家就继续听。